好，我们来决战三国猛将，来喽！要不然抽一对玛雅，我已经有三张玛雅了，不用再抽了吧？减肥皂日记，军中没有什么减肥皂哎，都什么年代了还在欠？敌人不能手消火，也不能手消暗，那你可以用叠住的方式去消除，小心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咯。好，六张玛雅可以无限开欸，那就是变成两倍增伤了，然后 全部都强化盾，是这样的感觉吧？可是这样感觉也没有很必要啊，不知道欸。深夜聊天模式什么啊？今天没有吧？啊，欸，平砍最强黑金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冰冻盾。欸，全。好，算了，直接打过去就好了。这一打神魔的阿兵哥应该是吧。好，下一关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哦，好，总之是直接转就对了，他不会打你。哇，这个天降，好，不过有天，后来有了，好险。OK， 第四只是木屋，对，第五关手消四 combo 盾，好，一二三四，啊，没有满回，怎么办？要不要重打？我来看一下没有满回的分数是怎样好了，一二三，其实他们血量很少，也不用硬拼欸。欸，露娜跳起来了，不用满回吗？所以要洗一回合技能是不是？洗一回合技能，十回以内都是满分啦。哦，好，那这样就还蛮好的，因为这样就可以来开路西法。啊，这个还这关卡还蛮简单的啊，没有这么严格啊，对不对？鸟女，鸟女牌，我觉得我只有看到那个逆转那边而已，后来就是有事情忙就没看了。对啊，还不错啊。开路西法不能开玄冥能量，只能开这个。没有水珠欸，它会戏剧性的掉水珠下来吗？我们希望它会，好不好？有了，是不是？就说玛雅最会天降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天降有哦，有喽，玛雅有喽，29喽，有喽，爆发才苏醒呢，玛雅还不错吧？嘣嘣嘣！果然要夸一下，对啊。
哎，这伤害多少啊？我感觉很多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在几秒之内数出来那个到底是多少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蛮厉害的伤害。我们来看一下总伤是多少，应该是有排行榜，还不错。噔噔噔，最大伤害个十百千万十万八万千万亿七亿七亿 ，S 不是 SS 哎、欸。